这一次我们在乐极斯游乐世界要比赛的是海豚宝贝游戏，那这个跟钓鱼游戏很类似啊，所以说他们现在两个人比赛，看谁可以获得最多的彩票。由林立新亚米来对 Tony 哥哥的比赛，来看比赛结果如何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这次有打算要钓哪一只鱼吗？打算钓大的鱼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现在一直在努力的抓鱼中呢。林立新亚米是左边的，他现在抓到了一只海豚，海豚一直在挣脱。应该是不会上钩，距离真的非常的远。要是这一只钓起来的话，那不少张彩票，因为海豚就是这里面的大奖哦。林立新亚米非常努力的在弄，他请妈妈帮他卷线，因为你要不停的卷线，他才会进来啊。林立新获得了50张彩票。Tony 抓到海豚了，海豚是90张彩票哎、欸。Tony 又抓到第二只海豚了，90张彩票又进来了，现在不停的追出彩票当中哦。林立新那边都是抓到50张的彩票。这还蛮好玩的。两边同时抓到50张彩票，还不错哦。Tony 目前极限结束了，他的彩票也超多的。林立新亚米目前要累积要出的彩票也142张，也很多、哦。这一次海豚宝贝的比赛，我们要来比赛彩券的厚度了。那我们现在去结算，去那边给他结算，看最后的比赛结果如何吧。现在林立新亚米开始来计算他的彩票有多少张，而左边 Tony 哥哥的彩票也开始进入了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林立新亚米这边已经来到了300张了，已经结束了338。您同意呢？ Tony 哥哥已经超过了。Tony 的彩票来到了435张，海豚宝贝的比赛结果是 Tony 获胜，耶、yeah ！有没有好玩？